大家好，今天来教学两段跳。首先看一下两段跳，看似简单是不是？其实并没有。我们再重播一次，首先贴近墙面，然后跳跃加扑加跳跃，但是这操作要0.5秒以内才可以成功两段跳。我们来看一下手指操作，二段跳不一定能100%上去，想跳两段跳的话手速真的要快。接着看两段跳比较实用的地图，这边第一排跟第三排地板会移动不好，二段跳。后面都一样不好，二段跳。好，纸杯无法两段跳上去。目前我能找到能运用两段跳的就先到这边，剩下的请自行寻找。另外两段跳后没踩上任何东西之前是无法滚动及扑。那么本次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喜欢的话记得影片点赞跟订阅哦。